头条，顺其自然，黄晓明周迅笑谈上头条。昨天有人拼死抢头条，有人突袭上头条，可有那么一波准头条们淡定在围观。今天都被亮瞎眼了，太多头条了。神马是准头条，那就是他的秘密多，随便出个消息都是重磅炸弹的明星们。比如一哥黄晓明，哪天也和 baby 来个期待的祝福，那头条不用抢都是你们的。近期还不想上头条。我想想看吧，大家都在等这些好消息，大概什么时候？真说不出大概，这不是我骗你，我自己也确实，你也看我一直在忙。再比如周迅，如果又和哪个天王演一出怀孕逼宫的戏码，就算不是真头条也不会放过他。那啥，迅哥什么时候再抢一把头条？该上的时候就上了呗。小编点评，什么态度嘛，汪峰多努力你们知道吗？我旁边